為了慶祝真光創校142周年暨遷港65周年校慶，今年我哋舉辦了很多活動，而當中的原創中文音樂劇《鏡花園》可以話是我哋一項重要的學習成果。我知道咧，今次參與的同學都是初踏台版，他哋用了不少的心力去準備。而今次中文音樂劇由超過100位中小學同學合力製作和演出，可謂陣容鼎盛。《鏡花園》是清代李汝珍的作品，而我校承蒙優質教育基金的支持，以音樂劇形式發展中文教育及藝術教育，創作今次的表演劇目。此劇以君子國、大人國、至佳國及女兒國四個國度為主線，講述劇中三位主角唐敖、林之陽、多九公在不同國度遇上奇趣古怪之事，當中裝鞋並重。是啊，鏡花園以唐代為背景，借古奉今，我們希望以今次的演出能夠加深同學對現實社會的反思，警醒世人養成美德的重要。此外，鏡花園對有才德的女子加以肯定，對男女地位不平等表示不滿，讓我們更能領悟本校校祖拿下李女士於清代末年在中國封建社會創辦女子教育的難能可貴。在此，我們特意鳴謝72年影社鄭國金校友客串鏡花園。好了，不阻大家時間，等我們欣賞期待已久的原創中文音樂劇《鏡花園》。
喂，睇咩睇到咁入神啊？冇啊，睇镜花园啫嘛。咧，我哋今年有份筹备学校65周年校庆，仲会将呢一个故事改编做一个音乐剧，所以我咪睇熟啲咯。咁你而家好熟啦？咁又唔系噃。其实咧，有啲嘢我都唔好明白。有咩唔明白啊？咧 ，Miss 话书入面有好多嘢都可以同学校拉得埋，呢样嘢我就唔系好明啦。等我睇下啦。书入面话有12花仙，佢哋个个都才智了得，而且独当一面，就好似我哋学校一样。虽然我哋系女仔，但才德一啲都唔会输蚀俾啲男仔噶。呢样嘢我一直都冇怀疑过。但是如果你说可以让我亲身去个故事入面体验下，那就好了。傻了咩你？有乜可能让我们入到去个故事度噶？咦？呢座咩嚟噶？几时放喺度噶？咦？头先入嚟嗰阵都唔见噶噃。你睇，入面好似系喐紧啊！有首诗啊。镜光能照真才子，花样全翻旧拜官。咦，呢首是镜花园的主题诗嚟噶喎。仲有下句啊，要是缘分前生住，再续今世镜花园。哇，我做咩啊？点会咁噶？系咪跳飘屎啊？好惊啊！Thank you.
喂喂喂，喂收唔到嘅，啲广告又话度度都有覆盖，系呃人嘅。Gigi Doris， 你喺边啊 ？Gigi 啊 ，Doris， 小姐，请问呢度边度嚟噶？哇，小姐你啱啱去完化妆舞会嚟嘅？爹爹，我边次做得你爹爹啊？爹爹，你就系嗰位有缘人，扶咗十二位下届花仙噶。小姐，我想你喝多了，我不是很明白你说什么。唐兄，原来你在此。妹夫，我们找了你很久了，终于见到你们了。 Gigi Doris， 你说什么？芝芝话我是林之阳啊。唐兄说话可笑啊，我是多九公，不是什么多或芝士啊。吓你两个，妹夫，我知道你不舍得个女，但是一切行装都已经准备妥当，我哋要上船出发噶啦。唐兄，你仲未装身啊？嚟啦！喂，咪住！林之阳多九公，唔通我真入咗去镜花园入面？有劳两位叔叔照顾我爹爹，路上千万小心。侄女你请放心，一切担在我身。唐兄，小生不止博学，考得科举仲咁孝心，你真是有福啊。原来他就是百花仙子，化身下界做了唐敖的女唐小生。不要说那么多，行啊，够钟开船啦。喂，不是啊，不是唐敖，我是 Candy 啊，不是啊。我知道他们三个今次的旅途会障碍重重，希望他们沿路与十二花仙相遇，扶助他们出生天啦。埋伏中，以为轻轻松松寒向东，点知越过高山又向海冲。一沙雨淋算事小，仲要怪人怪事一宗宗。奇花异兽随时见，差啲性命不保，要捐山。走嘅佢，你想点啊？我想睇清楚佢究竟系咩怪物咯。哦，佢咪不孝鸟咯，因为前世唔孝顺，唔念亲情，转世变咗只怪鸟，周围飞。老虎叫声？吓，老虎？系啊，书中提到我哋系遇到一只猛虎噶。妹夫，你讲咩书中提到啊？虎虎虎虎，听下声音系嗰边传嚟噶，向住我哋嚟紧啦！哇，真系老虎啊！哇！姚聪，你休想放肆！今次你仲想走？我哋真系好彩，好彩有合事相救咋！我一早都话咗你会冇事噶啦。头先唔系有人好惊咩？嗯。三位叔叔，你哋冇事啊嘛？吓？原来你系女仔嚟噶，你真系英勇，多谢及时相救，请恩公留下大名。他日有機會報答啊！幼年時讀聖賢，習武沙槍學念念，應付嚴崇孝廉，為善世家去太練。
南记皮约区，点知有一日李大牛趁意求逝去半身挂树头，方恐过人臭某寻觅庸夫丈夫求，收尾寻劫云林，若受母亲所抚问，悲天受决心斗，求灭老夫报大仇。四方觅遍山寻，行尽四海，终发现战功百川呼云，灭恶应天理。姑娘，你年纪轻轻，但才貌相传，而且孝感动天啊！你为咗帮村民解除苦患，一个人去杀苦，真系令人敬佩啊！所以我咪话几时都唔好睇小女性咯，男仔做得嘅嘢，女仔都一定做得到噶，仲会做得更加好添啊！红渠救了三人，大家出新天。我哋要走啦！我会留喺呢度继续杀苦，你要事事小心啊！放心啦，书入面话我哋好快就会接翻你回本朝噶啦，你慢慢等下啦，拜拜，再会。平民喺君子国呢度买嘢好抵好着数，仲唔会俾人呃添噃？世间点会有如此道理啊？我哋试下咪知咯。公子中意啊？俾你啦。唔系几好意思嘅，都系你哋要啦。好啦，你要啦。其实我都未睇定，都系你哋要啦。唔系咁好意思嘅，你要啦。你哋要啦。你要啦。要啦。你哋要啦。既然系咁，不如大家都唔好要咯。吓？咁边个买我啲嘢啊？喂喂，你又唔要，你又唔买，咁我要啦。俾钱啦。请问三位是外来噶？正是。咁问两位是否君子国嘅国民呢？这位兄台所言不差，我两兄弟正是君子国的国民啊。咁就啱啦，请问贤兄弟可否为我等略述君子国的文风？就有请三位指教。你心中的乌托邦，别过真闹见互信，凡事互相体谅也坦信。你心中的乌托邦，万恶消美化恨怨，祈愿世间安乐也欢畅。君子国是那么
今日有幸認識兩位，仲講咗君子愛嘢俾我哋聽。客氣，客氣。個女仔，因何事而自謙啊？好似係我哋嘅船嗰邊傳過嚟嘅喎。點解本書入面冇講呢啲咩聲嚟嘅？唐兄，你真係個書痴啊！依家仲睇書，我哋睇下咪知道發生咩事咯。兩位告辭啦，三位保重，後會有期。你点解会在水中被渔网缠住，被人捕获噶？姑娘，你是何处人？家居何处？又姓乜名乜呢？小女子姓廉，名锦风。至于我的身世，真系冇事噃！多谢恩公仗义相救，
第二下想殺去一巨蚌，除了呢粒明珠，朕願因公以報救命之恩。你以性命換取明珠，何不自己收下？君子國法例，人民是不可以有私人財產，如果帶回去被官兵知道，是會拉會鎖的。這也可以，似乎又嚴厲了一點點吧。所以就比較好像黃雀含環，或者是投桃報李，希望你們笑納啦。那唐兄你就收了他啦。其實本書裡面是說我會收了他的，但是我只是怕回去過不到海關，人們以為我走私啫。妹夫，什麼是走私啊？哦，沒有，我收了他，你快點起身吧。好啦，等我們送你回去，然後再出發，起飯。才貌相傳，殺虎除害。廉錦峰勇敢孝順，為母醫病，入海尋心。仲有其他十個花仙噃，唔知佢哋係點樣嘅呢？我叫紅元，家在元古國。廉錦峰逃難嗰時係住在我家中。佢係紅眉，佢是子圈，我們是住在黑齒國，我們才高志高，能言善辯。我是無憾城的薛肯香，我和樂紅她是結拜姊妹。我叫
司徒慧儀，本居蜀士國，險被奸官拍賣，好彩投靠姑姑徐麗蓉。咦，仲有邊幾個呢？啊，仲有最後會遇到嘅魏子英、施蘭欣同埋姚志興，咁就齊曬啦。言自語講咩啊？哦，冇嘢啊。堂兄，我哋到咗大人國啦，落船啦。到咗大人國？哇！你哋睇下呢度啲人行路好似識溜冰咁噶。喂，可唔可以借你對雲鞋俾我試下？我都想試下行路飄飄然，好似識飛咁嘅感覺啊！雲鞋是一世跟隨，不能外借的。一定有辦法的，借嚟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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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海，抗鬧嘢，阻住曬。你做咩啊？你哋又做乜嘢啊？喂！這個人兇神惡煞又沒禮貌，為何他要拿塊布纏住對腳，不讓人看他的雲的？堂兄所言不差，看來這個人一定是心術不正，做了理虧的事。做了理虧的事？哦，聞說大人國國民腳下彩雲是會隨心性而變色的，若倘心無歪念就會潔白如雪，否則就會隨歪念越變越黑。咁得意？你哋睇，大人國國民個個都心無歪念，唔想腳下彩雲變色。呢位官吏一定係做咗違心嘅事，就想辦法去掩飾自己所犯嘅錯誤，以為用布包住就冇人會知。其實呢啲咪叫掩耳盜鈴、欲蓋彌彰咯。唔怪得個個都避開佢，唔想受到沾染啊！你講得啱啊！你講得真係好好啊！其實大人國人人腳踏彩雲，呢一嚿雲我哋每個人都有，就係我哋嘅本質啦。我哋學校用心培育我哋，係希望我哋心入邊嘅呢一嚿彩雲可以五彩繽紛，做事光明磊落，擲善而行，對得起自己又對得起別人啊！堂兄，你又有妙論啦！講緊咩啊？啊，係啦，舅兄。你不是說想在大人國想拎啲貨去賣嘅，我想同你一起去啊！你平時都不理買賣嘅事㗎。哦，我想看看有冇雲鞋賣，買翻幾對翻去做手信啫嘛。堂兄，佢哋腳下彩雲就好似佢哋嘅器官咁，係天生唔可以除落嚟㗎。唔試下又點知冇呢？一定有辦法嘅，或者會有人願意捐贈器官呢？试问下，如若有一小片魔术云，随着心显示着真正嘅得和恨，无法说谎，无法掩饰，黑白彩言冇收埋。也未必可知道心中的隐瞒事，无云化作难报一包，不就已经欺骗到心里边各有朵，心里边没法躲，真的云彩灰白的红艳的的蓝绿的，自然明白良善的心罗长浮生，生命满慷慨是那下最
各位埋嚟猜灯谜啊！猜中有奖啊！奖品好丰富噶。重生男，重生女，试下估啊，好容易嘅咋。生男系浓妆之喜，生女系浓雅之喜。啊，个答案系个平字啊！猜对啦。个碧偷光咩嚟噶？啊，咁简单，咪就系西汉大学问家汉衡。猜错啦，再估过啦。个答案系孔明啊！孔明？点解啊？凿咗个窿，见到啲光，咁咪系孔明咯。哦，答得好。而家不如就等我出个谜，等大家猜下好唔好啊？好啊！听住咯噃。学而不厌，手不释卷，猜一个字。你哋又识唔识啊？识啊！识啊！我知我知，当然系一个手，再加个卷，系个卷字啦。答对啦！真光国嘅女儿真系啊，唔好意思，系自家国嘅国民，真系博学多才，佩服。佩服啊！啦，我哋自家国国民当然系聪明过人。喂喂喂，我哋去嗰边玩咯，有灯谜啊！素闻自家国国民智慧过人，博览群书，文采出众，想必灯谜甚难猜中啊！咁又未必，我一早睇过啦嘛。几位公子过嚟猜灯谜啊！猜中有奖啊！妹夫，念而相慰系点解啊？哦，念而相慰咧，即系话两块面贴埋一齐，系指两面国嘅人嘅外形啊。咁孩提之同又系咩意思呢？哦，得，多我睇下。孩提之同咪即系话啲人嘅外形好似细路咁。是指小人國啊！對對對，全對啊！幾位公子連中多元，果真是才智過人。梗係啦，睇過啦嘛。咩話？冇冇嘢啊！唐兄，人說自家國國民個個都才智過人，不如你出條題目俾佢哋估下。我出啲燈謎，佢哋一定估唔中噶噃。你咪試下咯。咁好啦。聽住，不怕風，不怕雨，光芒永不滅。是猜什麼？是猜一個理念啊。好遠啊。我都說了你們不識的啦，等我開估啦，謎底是真光啊。真光？什麼？真光原本是出自聖經，但是我們的校長拿夏利女士就用了它來做我們學校的名字。聖經學校，呢位公子果然是見識廣博，佩服佩服。又有表演啦！老夫人啊，
上有青天歌，连他两个情真意厚，琴瑟组谐和，什么妹妹拜哥哥，游戏是你得拣咗，游戏用我去分波，劝你成全就算咯，米已成饭，你就该收了火啦。趁今日缺好事，许他结丝罗。今次又叫我哋拎晒啲包袱嚟搞边科啊？文雪，今日系国王选妃嘅大日子，我就特别带咗一大堆胭脂水粉嚟，准备要做我大买卖啦。妹夫，你做咩笑啊？你真系咁想去女儿国？唔使考虑下？何女要考啊？或者你会有意外收获噃？我就是想有意外收获，赚他一笔，那祝你好运啦，行啦，到了皇宫啦，有请。皇宫真是好大好靓啦，我都是第一次来的啫。有请四大猛男，猛男。啊、女人，我接受不到咯。有请四大美人，卖得出啦。我是黎珠，我是龙牙，我是苹果。男人，其实点解要咁啫？男人就做女人嘢，女人就做男人工。唐兄，呢个国家嘅体系同我哋系唔同噶。
我知道，自古以嚟喺男系社會，女性就一直被歧視、被不公平對待。呢度嘅人就係想反映話，其實女仔都可以有大志，都可以做大事嘅。堂兄所言不差，我就係話，現今好多事實都證明咗，唔少嘅女性都絕對有能力喺社會獨當一面。佢哋唔使用男兒嘅身份，堂堂正正做翻女仔咁就得啦。堂兄的意思是，算啦，你不會明白的。皇上駕到。參見皇上。平身。謝皇上。你哋今日三個嚟揾朕，係所謂何事啊？我係天朝嘅商人，聞說今日係國王選妃嘅大日子，特別挑選咗幾款上乘嘅胭脂水粉俾大王同各位美人選購啊！好，妹夫，你做咩笑啊？其實你知唔知道，根據書中所講，故事發展到呢度。國王是會選你做他王妃的。不是吧，你不早點說，我早提醒過你的啦。朕今日其實要在你們這麼多個裡面選一個做我的王妃。我要揀你。吓？吓唔系啩？喂，唔系咯，本书都唔系咁样讲嘅。唔系啊，有冇搞错啊？四大猛男扶王妃入去。冇啊！喂，放开我啊！喂，放开我啊！擺駕回宮。點算啊？我哋再諗辦法啦！快啲啦，快啲啦！喂，放開我啦！你做乜嘢啊？喂，放開我！你想點啊？喂！我跟你说了，你醒定一点，放开我啊！不要动啦，王妃，不要动啦，放开我啊！是假的啦，正所谓三寸金莲四寸腰，少少苦楚等于激励啊！放开我啊！不要动啦，王妃，放开我啊！不要啊！喂，啊，好痛啊！Oh
发现我过。古时候的女人是有几咁惨噶啦，佢哋望落去婀娜多姿，原来要付出咁多代价。我要走啊！我唔要再留喺呢度，我要翻去个年代。诸如当日是嚟边啊？我要走啊！你系边个？你唔好吓埋你啊！准王妃，你唔使惊啊！我系女儿国嘅世子，我叫任若花，我系嚟救你噶。你就是任若花，你就是那个一直都不满国王，好想回复女儿身的任若花。是啊，我虽在女儿国，但我都不值国王的所为。太好了，这一段终于跟上个剧情了，多谢你啊，你最好的无间道啊。夫，我们来救你的。唐兄，太好了太好了。不要说了，快点走吧。王妃偷走啊！放心啦，你好快就会同其他花枝相聚噶啦。走啦，你快啲走啦！朱士多啊，你喺边啊？你好黑啊，我咩都睇唔到啊！是不是 Candy 啊？我是 Gigi 啊，我在这里啊。我是 Doris 啊，我都在这里啊。你们在哪里啊？这里好黑，好害怕啊。我在这里啊。你擘大眼啦，黑埋眼镜咩都看不到的。熄了灯梗系黑啦。即是你们啊 Gigi Doris。还有假的咩？我跟你们说啦，刚才我入了镜花园里面，我做了唐傲啊。我们都是啊。我变咗林之阳啊！我变咗多狗公啦！一定系个悲剧嘅原因啊！一定系明明喺度，点会唔见咗噶？一定系啊！有缘招师有缘啊！白花仙子，唔通我哋头先唔系发梦？水月嘅花原是梦，我哋头先即系入咗去镜花园入面，咁点解又会翻翻嚟嘅？原因不重要，重要是个过程啊！你哋今次在过程里面感受到啲乜嘢，有啲乜嘢得着啊？我感受最深，当然是古今嘅人都追求住美善嘅生活啦。花仙喺凡尘都不忘要造福人间，我哋真光女儿亦要为世之光。你哋总算明白到呢一个道理，今次嘅旅程总算冇白费。我要走啦。啊，白花仙子。学校荷花池的荷花突然盛开，是不是你？你们这么聪明，应该知道答案的。镜光能照真才子，花样全花女中现。
而家有请我哋嘅音乐总监 Miss Lee 同埋我哋嘅导演舒常。我哋作曲及編曲嘅 Simon， 冇咩鬧嘅，咩鬧咧？Thank you.